敢慕奸商，情不自认，奈何奈何？陛下何如？吾爱劳，何来爱护是否？陛下亲戚里，孰若别时？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启奏陛下，门被废太子在内反锁，臣等无旨，不敢开门。朕知道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钟馗，你也下去吧。可是陛下，殿下他废太子。若是拒不开门呢？天寒地冻，他不会不给朕开门的。他心里说，他心疼朕。三郎，三郎，爹爹来了。三郎啊，你给朕的信，朕都看了。说实话，朕心里是着实的感动。但朕心里头懂，这不是罪臣写给君主的，而是我的三郎写给爹爹的。你对朕的好，对朕的恨，朕总算全都知道了。可是你跟朕之间，做君臣也只能到此为止。也好，今后朕与我的三郎，我们好好的做父子。朕会依着你的意，离宫建府也好，云游四海也罢，你想去哪里，朕都依着你。三郎啊，朕还要告诉你一件事。你的母亲，朕是与她要好的。你的出生，朕是真心真意的喜悦。朕和你母亲的感情，不像外人所想的那样。三郎啊，朕还想再求你件事。朕想安于农村很久了，
日后要是你的侧妃生个皇孙，能不能经常抱来给朕看看？朕会给他封王建府，会给他寻最好的儒师。朕会把对三郎的亏欠通通的弥补给他。三郎，给爹爹开开门吧。爹爹是真的觉得冷了。敕曰：废太子萧定权，湖边有功，夙夜操劳，英年早逝，追谥会得皇太子之位，落葬会陵，辍朝五日，设庙复祭，百官素服，天下尽嫁娶。